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明轩，我今天要念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愿多尔多阿弥陀时，照见无一切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是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如有恐怖远离，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相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作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。人人行善好。